再等一下。尤老师，起床啦！尤老师，起床啦！起床啦！来啦！这么早又要上课。你的书呢？今天最后一天，我们不上课，出去玩。真的？嗯。等我一下。夕阳余下的方向，能不能陪着我欣赏？如果天空再试试嘛，肯定能行的。我说了抓不到的，走了。那我要吃冰激凌。行，先把。等我一下。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时间紧迫，我再抓十个娃娃都不在话下。但是尤老师，为什么你每次抓娃娃的时候都不让我看啊？独家秘籍，不可外传。再等一下。尤老师，明天考试加油。